我真是服了你了，金泽，回回出门都不知道带钥匙。那不是以前有你给我开门吗？你不是也没带钥匙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我昨天都被你赶出来了，我还拿钥匙干什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那要不去我家睡？反正明天还得回去拿行李箱呢。我可不敢啊！我要让你妈知道了我在你家过夜，她不得宰了我？她都睡了，你怕什么？咱们偷偷溜进去。等他明早上班，咱们再出来。这不好吧？那你自己在这儿待着吧，我走了。啊，行，我也去。哦，可吓死我了！这可比背着你偷偷出去喝酒要刺激。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出去喝的酒？哎呀，你小声点儿，咱们还跟隔壁睡觉呢，一会儿被发现了。我明天再找你算账。干嘛？我睡觉啊，我干嘛？背着我偷偷出去喝酒，还想上床睡觉。那我睡哪？你睡哪？不是，那这怎么睡呀、啊？这儿。不睡出去。休息。日。干嘛？咱俩聊会儿天呗。不聊。哎呦，你别这个态度呀！怎么说我也是客人呢，是不是？行啊，那咱们聊聊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出去喝的酒。啊，你可困，睡了。日日，你让我去床上睡呗。不行。不行什么不行？我今天非要上，我看你拿我咋样？